我用家乡特产来上分支，呱嗒。我是东昌富区沙林的，我做这瓜子做了40多年了。我们这个瓜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个鸡蛋清上脚，鸡蛋黄上口，这个肉上沙子，搅了这一盘，这个又妙口又多。现在来旅游的，是吧？也到这里来看看庙城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么？这个瓜子是么？看看俺老姐不知道什么叫瓜子的，哎，都来了以后，咱再来尝尝。